觉得还有几关呀、啊？今天？你觉得还有几关？我靠！这个是沙子。啊，是沙子吗？沙子，沙子。不行，根本看不到啊！这个袋子什么都看不到。这怎么办？通往户外关门实验室。怎么把关着？我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，你们呢？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哎，这有个挂钥匙处啊。你都看见字了？你怎么看得见的，妹妹？那钥匙是不是掉这里面了呀？啊！别进来，别进来，拉我出去！我知道，我这时候要拉你出去，从边上走。钥匙可能掉进去了呀。钥匙掉进去了怎么办呀？我找到钥匙了。哇，谁找到了钥匙啊？算了，走。啊，找到了。在哪儿找啊？在山里面找到的。这也太棒，招能了，我的亲兄弟。哇！结束了吗？啊？是要跳下去吗？啊？好可怕、啊！我可不跳。要跳，要跳，要跳。谁要先来？我觉得先跳下去，我好怕。小时候玩那种充气城堡那种。哇，他真的要跳、啊！稍微往前跳一点，加油！不要撞到那个。加油加油！他真的跳了呀！是一粒粒跳远吗？是一粒粒跳远吗？立定，你示范一下呀、啊！立定往前跳，你示范一下。我示范一下。哇哇！厉害，还好吗 ？OK 了 ，OK 了。我要赶紧跳了，我再站更害怕。火树加油！不要冲太猛，不要冲太猛。你不要冲哦，你往下。我真的。下一个谁来？文涛，你来吗？来吧，你来吗？好，别说话。他要跳了，他要跳了。啊！没事吗？可以吧？哎呦！现在你们看到的是胆小三人组。下一个谁来了？我上来吧。让他先来，上来吧。好，我上来吧。Oh my god！ 来！啊，好不行 ！One two three four， 嗨起来！我腿是。我跳了！啊！那我来，闪哥，我来。那我永远也跳不下去了。那你跳，走。走，走，明，怎么办？现在到我们俩的时候了。要不你先跳吧。行，我先跳，你确定好？好。你千万不用害怕。不是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放心，放心，不用怕。你看我的。哇、哦，可以啊，他这个姿势感觉还可以。啊，明。一切都很 OK， 真的吗？真是我自己了。你们其实就一层楼，真的。还有一层楼高啊！一层楼很矮啊。没问题，我刚刚就随便跳的，没问题，放心。明明没问题的，没事儿，来吧，来。那我跳了，我可以蹲着跳吗？来。明明就往前一走就完了。怎么能走得到？你们
加油！明明，来，我还没来得及抱头，我脚已经碰到他了，非常矮。真的吗？非常矮。很快的，加油！上下来了，来嘛！我要跳了。好，来，哇，安全。